夏同学，嗯，你有没有空？我是说，和我出去走走。你这是在约我吗？去哪儿啊？我想去旧站看看，听说那儿的晚霞很漂嗯，好吧。亮。我也好久都没回去过了，都是儿时的回忆了。嗯。那我们走吧。听说你去参加比赛了，而且全校只有你参加了。没有拿到好的名次。听说你学习一直都不错，而且还特别傲慢。我有吗？我不关心别人怎么评论我，可能因为我就是这样吧。我所坚持做的事，在别人看来，可能就是浪费时间了吧。你这和别人不一样。感觉怪怪的，也没有女朋友。也许我就是怪人吧，没人会喜欢奇怪的人的。但我觉得有些方面可能会缺失的，比如说你要面对孤独。就是这辆车，我们快走吧，这车很慢的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喜欢的东西吗？那个小熊吗？这是你送我的礼物，我很喜欢，所以谢谢你。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客气。我该下车了，出口在那边。这里好像变了哎。变化很大呢。哎，我们还是迟到了。嗯，还好。你带我来这儿，不只是为了看错过的晚霞吧？其实我是来道别的，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，到很远的地方去。啊？也许不会回来了。一旦我离开，所有的人都会忘记我，就像我忘记了许多以前的人一样。小时候我和你在一起，也很喜欢你，但是现在……你有喜欢的人了吧？我知道的。我想我们不会在一起的，虽然我现在还喜欢你。唉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你明天什么时候走？明天晚上，你不用来送我。看来你又要面对孤独了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留着。我也不希望那样。也许是小时候太压抑了吧，我感觉不自在，每天都被逼着学习。以前盼望着长大，长大以后就可以随便玩了，可大了以后才发现，并不是那么回事，总有些事会牵扯着你。我们好久都没有这样聊天了。